他在乎的话他就会好看，如果他不在乎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好看，就这么单纯，但是他非常难做到。有趣很重要，如果你无趣，那小朋友就绝对不会喜欢。喜欢这个图书馆吗？你会想去翻转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改变整个阅读环境。意向不明确，反而对孩子的想象力是更大的。把空间背景给做好，那小朋友才有机会在里面创造。不只是装修的部分，更创造了许多小巧的角落，让孩子能更自在的在里面。包含书的摆法、指引的标签怎么做，这些很小的细节才是一种场域给予你的感受。身教是很重要的，我想更多的是态度，要怎么样用开放的态度来面对不同的改变。完成之后，我们更清楚的可以发现这些事情其实是可以改变的。